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omo， Snowpeak 国际业务部。今天晚上已经Snowpeak 公告，外部公告，2021雪峰季秋的限量品的部分，大家有看过吗？下一次雪峰季的限量品也是很不错哟。那我是分享给大家，我是用中文就说明，下一次雪峰季限量品有什么，以及商品的细节的部分。我希望这个 video 帮助到你，就选你下一次买什么。好，那就开始了。FES-01 Runlock 红四银柱限量版。来啦 ，Runlock 来啦，是 Pro 版的 Runlock。它是看起来是就跟那个6G 差不多，但是它使用的布料是不一样。它使用的是康氏裂布，我再说一遍，因为非常重要，康氏裂布。然后它的银柱就是全部都是红色，所以搭配起来很好看。前顶银柱的部分 upright pole 也是包含这个商品里面，也是都是红色。然后你看有侧面哟 ，FES-124 合耳器黑色版。这个颜色很漂亮，都黑色。如果你是黑，一定要买的一个商品。这个筷子是可以分开来，就两个 piece， 两个零件，所以带走非常的方便。去外面吃饭带它就环保，可以环保。假设把你的合耳器弄成黑色，非常酷。快速煮着搓，加长。黑色版，这个是就跟那个香白牙就 ivory 的商品搭配，很好看的一个商品，这个很酷。我觉得这个是在外面使用，在户外使用，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具。它的收纳袋也是就改成黑色，很漂亮。巴斯厨灯。夜曲2021年限量款，代表雪峰季秋的商品又来了。这次的设计概念就是代表秋天的草，就是芒草。露营晚上，完美的时间使用这个球灯，就感觉很好。我蛮推荐这个商品。FES-169 mini 不锈钢登山杯，2021年秋季版。这个也是代表雪峰季的限量品。这次的设计是什么呢？看一下。这次看到的是就 TB-880R。很可爱呢。KH-100KH 红外线暖炉2021限定款。我爱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非常好看。这个颜色在家里使用，那个家具搭配也是很好。当然就外面使用，露营使用当然很好，因为它是红外线的暖炉，所以非常暖。我蛮推荐这个颜色。FES-221KH Snowpeak 暖炉袋2021限定款，跟那个2021的红外线暖炉一样的颜色的收纳袋。我爱这个颜色，因为 Snowpeak logo 看得清楚，是不是？但是除了那个红外线暖炉之外，都可以放那个 Rainbow Stove。灯笼花果黑色卡其色，你看这个颜色很好看，两个都要吧？因为我们收到很多声音，很多客人说需要。那个灯笼花果的其他颜色，这次雪峰季秋，我们放售两个颜色，黑色跟卡其色。好，那以上是这次雪峰季限量品的快速说明。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有吸引力，全部商品都有吸引力啊，我就没办法决定要买什么，你觉得呢？好。那价格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是透过就官网或是就 social media
公告给大家台湾、香港各个地点的价格的部分，所以请稍等一下接下来的讯息的部分。好，那就感谢各位就来我的频道，然后我是希望这次的 video 帮助到你选旋风镜限量品要买什么东西。好，那就感谢各位以上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